周先生，我发现你换发型哎，帅吗？好挫哦！我天哪，你是退遗书吧？就嘴巴黑黑的吧？没有，我现在没有。可是你这样，真的很像退遗书。我觉得你这个发型不用找别人剪，以后叫我烦，叫我剪就可以了。啊，干嘛啦？什么干嘛？有吗？你整天回家就是坐在这边。我哎、欸，你知道中年发福也不行。然后现在又在吃东西。我觉得巧克力很棒。我问你，你上次答应我要带我去看电影，我到现在还没带我去看。那是上次，又不是现在。上次，哎、欸，上次我跟你说，哎、欸，我先，哎、欸，那个，我们什么时候去看《摩天大楼》？然后你就跟我说，哦，有空的时候我会带你去。然后像那个暑假都过啦，中秋也过了。哎、欸，我带你去美国。搬家也搬完了。我有带你去美国。纽约也去完了。现在我《摩天大楼》都已经下档，不知道多久。我巨石强。强森都变不是巨石。我带你去帝国大厦，对、啊、呢，帝国大厦看夜景。哦，然后所以就是等于看过摩天大楼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觉得你这样真的很不可能。哎呦，那有时间带你去看电影，然后很忙哎，不然以后我们神经病浪费时间哎。你知道一张电影票现在多少钱吗？嗯，我有卡，大概200块吧。一拿两次只要270，你会回到以前，你说是太久没带你看电影，不知道行情哦。一张才270，你知道四张要多少钱？我们家四个人。就要1000多块，他们有学生票，关我屁事。而且我也可以买学生票。像我这么年轻，这么貌美，真的他已经要送我学生票了。这样看一次就要1000多块。你的发型真的好破、啊。真的吗？啊，你不是看 Apple TV 就好了？你 Apple TV 每天有报 Apple TV 里面一堆骗子，你不去看那个就好了？神经病哦、喔，看什么电影？哎、欸、，Apple TV 一片要60块。好像要80啦。80块，你看那高画质都要80块，你知道高画质这种东西，你一看就回不去，你又不可能再看60块的。他一片一片80、80、80。然后我觉得说哦，一个人看80块，没有跟你一起看，到就觉得很不划算。你就是看 Apple TV 啦，看什么电影浪费钱。哎、欸、，Apple TV 每一片都要钱呢、欸。不然啊，你不是还有 Netflix？ 可是 Netflix 的片都有点旧，小旧。小旧吗？我想看的片里面都没有。Netflix 不是很多那小个性影集？可是我不喜欢看小个性影集，我想要看大片啊。大片？大片大片 ，per 一安片片。我想要看大片。大片是厕所就有了、啊。我想要看大片，你们都不够新。我跟你讲。然后你又不带我去看电影。我跟你讲，我今天下载一个 app。My video， 你现在又拿什么搪塞我？我真的下载一个 app My Video， 你也知道我是台湾大哥大用的。我知道啊。然后他有给我一组序号，可以免费试看7天。哎、欸，你不会觉得你这样太过分吗？可以免费试，我给你看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说我要去看电影，然后你给我现在拿一个7天免费这样搪塞我。Okay. 我说哎、欸，这7天免费给你哦、喔。Okay. 这样。这个 app 除了可以用手机看，所以呢，还可以在电脑上看。你也可以用手机再用 AirPlay 播放在电脑上，哎、欸，电视上。所以你看哦，你大便也可以看。嗯、在打电脑的时候，你看，人家有阅读型的，你也可以当看电影当做配乐在看，通通都可以。然后你在客厅折衣服的时候也有看，也可以看。拿去啊，你去试看。哎、欸、靠，这个这太酷了吧！我觉得你这很过分。你现在我在那边修片，你躺在按摩，你在那边干嘛？哎、欸，我哎、欸，你看到这个哎、欸？有什么？看到这个唐奇阳星座。唐奇阳星座。哎、欸、呀，我以前都要上那个网页版，然后上奇摩才有办法看得到，或者是上他的脸书。哎、欸，他有这个哦，好酷、哦。有啊，而且他还有电视哎、欸，因为其实我们家已经很久没看电视，我们家没有第四台，还有电视。我上网先找过 My Video 的评价是真的不错的，真的、喔。那我来看一下，而且影集啊什么都还蛮新的。影集一定要很新，因为我现在看那个 Netflix， 我现在就有觉得我想看的里面都没有。Netflix 是比较偏个性的啦。对，哎、欸，它有这个哎、欸，有什么东西？它有还有这个舒适线。这不多新，你知道吗？我身后的陶斯他演一个特务哦，我的妈呀！我自己就想看，你就跟你的苏志先在一起啦。他真的是帅的不要不要的、欸。有你老公帅吗？还有这个啊，我自己又这个哎、欸。有什么啦？这艳星哎、欸。有什么？但你知道这个吧？这个男的你总、欸、这个车大玄你知道吧？我觉得我就是演那个演那个野蛮女友那个男主角，就是演那个与神同行的那一个。我这部艳星哎、欸，最完美的离婚这个我也超想看。有没有日本动作爱情片？哦，
哎、欸，我再跟你讲，你帮我找一下好不好？真的很新耶，我来看，顺便看一下。我比较喜欢。哎、欸，它还有可以给，它还有可以给小朋友的。你有小朋友的？对啊，也很多。它还有给小朋友的。哎、欸欸，等一下，问一下你儿子想看什么？他想看《珍珠美人鱼》啊。可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很重要。电影，电影。不是，你要看一下，除了电影之外，还有一点非常重要。等一下你一定要试看看，点起来的速度看快不快。好，哎呦，这冠军大叔之前演那个《苏氏列车》那个欧巴啊，还有这部我之前也很想看，这个《厌世妈咪日记》。厌世妈咪哇，对，它是《型男飞行日记》的那个分支系列，那个我也很想看。尖叫旅社耶！对啊，你看还有尖叫旅社。姐姐，你想看什么？尖叫旅社。你喜欢看尖叫旅社？对，还有又喜欢看的那个《侏罗纪》。哎、欸，这个都很新哎、欸。对，哎、欸，有我的偶像哎、欸。你的偶像不是我，连恩尼逊，我一直觉得说他是我爸，我真的太好了，他声音真的太有磁性，他说什么他说什么我都说好。有、嗯、有，你也来了，你看妈咪在看，你看他有这个、哦，有什么？蜡笔小新，那还有你看，有你最喜欢看这个变身公主，最好吃啊，珍珠美人鱼，最好吃的是什么？还有很多很新的卡通，海绵宝宝，哎、欸，那很没营养，你看。有精神，而且是剧场版的，是电影的、喔。你看，哎、欸，真的，你看剧场版，这你没看过新的、欸，是新的、喔，对啊，而且都，哎、欸，这个免费七天都可以看呢、欸，豪华月租免费看。哎、欸，我们那个需要真的很不错、欸，很不错、啊，而且我最喜欢蜡笔小新。哎、欸，蜡笔小新每一集都可以看呢、欸，而且它是中文的。我跟你讲，蜡笔小新最经典就是它的中文。你不觉得现在都只要花一点小钱就可以很无脑看这些片，很好？以前都要想办法去哪边下载，其实有点就是很麻烦，又不是正版的。对，我就是我最近看那个看我想看的那个宫廷剧，就是都是看就是线上看，那个画质都不好，然后有可能看了一集就没有下一集，哇、啊，焦虑啊，要去哪里找另外一集？可是这个里面都有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不然你挑一片啊，看看它试试看它的速度快不快。因为我们看可爱乔舞蹈吧。嗯，不要啊，幼稚。你不要讲幼稚，你以前小孩都会看，好不好？快点啦，你找一片大。哎、欸、呦，这个毁灭大叔真的超级新。你点一下，你点一下，看看下有什么。还有金刚哎、欸，哦，恐怖。它好多恐怖片。还有这个无敌铁金刚电影版，弟弟的最爱。好啦，你就看一部宝可梦，你儿子最爱宝可梦了。那我们就一起看宝可梦。好，我有那么多宝可梦，100多只。你这很夸张。这个。这只超贵，这是正版的。又收集超多的宝可梦，不然我们就来看一下宝可梦，顺便看一下速度快不快。我们就看它精灵宝可梦，就决定是你了。这样好小哦。哦。姐姐，你觉得很小？对。就决定是你了。好啊，弄在电视上。我可以转到电视上吗？我跟你讲，它很厉害。我可以转到电视上吗？可以转到电视，而且啊，其实我今天有试它的 app 啊。有时候你用 Apple TV 啊，它是把整个萤幕投上去，那会 lag。它的 App 啊已经优化，是只有把影像部分投上去，所以我下面还是可以继续操作。没错，所以它的 App 写得很不错，你试看看。哦，我们来试试看。我们来转到电视上看神奇宝贝 SY。整天都想看那只宝贝。要帮忙看一下电视。哎、欸，你们真的很夸张哎，这是什么装备啊？你们是打算是这个是看电视的家庭豪华组？你是打算今天是睡在这里是不是？对。那你也是，你真的是你看哦、喔，我是打算你瞧着去飞甲。你看比卡丘，然后后面又配卡比兽。画质跟速度好像都还不错哎，嗯，还可以哦。对啊，好像真的都对都没有累的感觉。哎、啊欸，开始啦！你按到了啦，真的是呢。你看，哇，反应蛮快的，很不错，非常方便。2000 years later， 翠迪叔吃太多了，想上厕所。快点，到底要上多久？我们可以一起看片啊！现在强片限时买一送一哦，我可以买一个，你就有一个哦。可不可以快一点？我已经很快了，再告诉你一个，他现在还可以抽4K 电视哦。我快要上出来了。我已经尽量快了，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。老爸有提供7天免费学校在底下，大家要记得领取哦。你们看到我无奈的脸？
你们家老婆也会这样吗？在厕所里面看戏剧、追剧。其实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是用 Netflix， 要不然就是用 Apple TV。那这一次啊，是第一次试用 My Video， 其实感觉蛮好的，它的速度啊，整体来讲是非常快，不会lag。最主要现在的线上平台真的很多，有些要钱，有些不要钱。因为我到这年纪，我觉得花一点小钱啊，让自己的影音更顺畅是比较简单的事情。 My Video 啊，其实它里面的内容是蛮丰富的，从电影、戏剧到卡通，通通都有，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。整体来讲，使用上真的感觉非常好。未来我一定会把它纳入一个晚上重要家庭时间的好朋友。我不晓得现在的家庭一般的收拾习惯是什么，那以上是我们家的收拾习惯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那今天影片已经结束了，如果你喜欢的影片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。我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5点发布影片，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Set my world on fire.